再送出去 ，Go！ 我给我来。没有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好高兴看见的，不好意思，各位赶快叫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一份七十。好。七十。谢谢。啊，你们一份我看现在如果买四份会不会被照？不会不会，因为有人在等。然后这个做很快。这是我个人买的，点我要给他们吃，用抹茶啦或肉桂啦，还有那个是你们最烫的就拿来就对了。哎，你好。哦，哎，无来咧，来一份啊，紧的啦，八三吧，八八，啊，青菜啦，好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，好，给你大赞机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等来了，哎呦，那边观众等很久，你请他们吃，你对，等很久的秀蛋姐，哎，哥哥你去按来姐，来，看你要吃什么口味的，来，你好，哎，退休的，来。我很开心，因为夜市就是一个呈现生命力的地方，就是不管吃东西还有卖东西都要很生猛很直接，所以我感受到这个就很接地气。我以前自己都很爱逛夜市，所以今天真正参与在卖的过程，然后跟客人互动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我觉得彩华姐、雨薇还有 CC 他们整个状态都非常好。那有彩华姐在应该不担心，因为彩华姐本身就很容易跟人跟人之间做互动，所以今天生意特别好。哇，啊，你的条状物更有料，赞啦，水啦。